小孩听懂你。咱的小英总统甲咱讲，啊，吃爆凤梨，啊，变咱吃爆凤梨嘞。咱咧想讲，咱咧呐会当甲咱的翁来会当入菜，所以咱今天特别邀请我们的爱心中国山咱大头仔，这回来甲咱介绍，就好在翁来料理。啊，而且嘞，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咱的台南市的议员，跟咱的小英总统哦，一起吃爆凤梨哦。而且这一段时间，我们要跟大家说，我们不惧怕中国，中国不要买，我们自己买。所以，咱邀请到咱的台南市议会的议长郭新娘议长，还有我们的陈秋平议员，大家好；我们的陈碧玉议员，大家好；钟丽金议员，陈怡珍议员。还有吴通龙议员，还有我们林志松议员的老婆，也是我们市党部的执委余祝清执委。我弄个大头仔头二哦，这菜要安那让大家有好食，啊，用咱台南的所有的食材哦，甲往来来结合，让咱所有的乡亲然后会当学到好食的往来料理。咱今麦就做位来看，要安那煮出上好食的往来料理。大家对我来，我教大家煮翁来料理，行。我是魏庆仁哦，今天特别来请咱爱敬东坡山来准备的这个呢，凤梨海山酱啊，凤蛋哦，这款我今天特别准备翁来啦，糖啊吼，啊这洋葱，啊加咱的海参，啊加咱的白沙拉、花枝，啊加咱的两咸酱拢老好。啊，那个特别这个会上，啊，要大家一个简单的料理，凤梨凤蛋。这个菜就是较淡，豆角用豆行拢个切落呢，哦，切落呢像个饼安尼，薄安尼，啊，咱也是感觉先甲蒸好先，用个温度。这个特别个啦。哦。啊，放好迄个工作温度，但系要蒸哦。哦。好温度啦，你啊，有小水先甲烫起来。嘿，啊，伊再来即互你打者，即个两打啦。哦，即打即我内行个啦。你看即个两两个出水，你咪知影佮对方看袂哦，对不对？我即真色个面啊，即个打起来，来个时阵我开始热锅啊，因为即个温度爱较悬哦，即真紧手个食材，毋过有技术性。现在热油那个油，哦，另外它烧了对。哎，啊，你叫来这边。哎，好。啊，你上这船头拢百米高度啊。哦。新旧两只拢百度。哦。啊，咱利用这个新旧在甲挂挂开。热油的伊两个色都变，啊，咱这菜它都已经浸色啊，有些温度啊。哦，一点温度了，色了对啊。色了嘛，哦，它的什么呢？哦。把它包起来对了。咁好开。哦。先把油煮熟了，先把油料用掉。哦哦哦哦，完了料伊较袂啊，伊个油诶，较袂遐油腻。哦，凤梨海参酱烘蛋。哦，还是别的，别的来。起火。哦，有点够干了。安尼。搭上来这个寿司，哎，哎，淋然后就美感咯。哦，然后就美感。哇，这嘛是我送我一个招牌菜，秋罗菜。秋罗菜，凤梨海鲜酱烘蛋，欢迎。这可以吃几碗饭嘞？你看这寿司，这寿司的面露。甘妈咪，哦，还有百香果，哦，还有红梨，哦，还有上面生甘地，哦，我这非常庆幸我安只办完台，哦，最近老人准备老来，好，咱所有的乡亲士大，这回来小酒小菜，啊，来试吃，再试做，那个口感美味的凤梨海鲜酱烘蛋，耶，加红梨，饼龙皮。